虾贵桑桑的珠宝虾呢，你这里全部都是那种养小金鱼的水族箱。哦，大哥，你不能因为看我漂亮就把我骗来这，这样我等一下还要花很多时间重新找哎。你想太多了，你说的珠宝虾就在那里。哎。虾米，虾米，还真的是虾米哎！这一缸缸的小家伙，每一只不超过两三公分，要看清楚还得动用到放大镜，实在是很挑战眼力。你说它贵，那贵在哪里呀？大哥，没可能吧？你这个珠宝虾只有我小拇指最后一个指节。这么小，这么 mini 呢？这么小一只，你说要15万块，我煮来吃它都不够塞在我的牙缝里耶！哎，莹莹，这是不是家哦？这是观赏用的虾。嘿，连吃都不行，你跟我说它要15万块，怎么可能？它凭什么那么贵？哎，你不觉得它红白相间很像 Nemo 很可爱吗？一般外面的虾是不可能养出这样的。实在是有眼不识泰山，失敬失敬。大哥说这宠物水晶虾个头小，来头可不小，最早是由日本引进，经过台湾多年的基因改造后才培育出来许多种华丽的花色，甚至很多国外玩家捧着大把钞票飞奔而来。但说它为什么会这么贵，大概就是它悠游在鱼缸的模样，就像卖萌的黄色小鸭一样，疗愈心灵，征服人心吧。各位观众朋友，你现在要看到这里，你就真的赚到了！马上拿起你的笔跟纸，最好你赶快按下录影。为什么？你看到我旁边这个水族箱，它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水族箱哦，这个120公分×40公分的水族箱，里面靠200只的母虾，一个月可以生下4000只的宝宝，帮你带来8万块钱钞票的收入。怎么样？我们每个月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睡觉，还可以躺着赚近8万块。我们现在就要来告诉各位朋友怎么做。8万块，甘露哈鲁坦，观众朋友，你们没有听错，因为它就像是聚宝盆一样，财源滚滚来。不管你是小资族、月光族，还是对你的薪水不满足，今天就跟着达人大哥一步一步学着做吧。首先，我们只要一个小小的鱼缸就可以了。等一下，这个鱼缸一般人应该都很容易买到，是没错，对不对？这个是30公分×30公分的。对。然后你刚刚说这个黑土，这个黑土跟一般就是放在水族箱里面土有什么不一样吗？一般水族箱通常是不会去放黑土，他们是放石头。石头它是直接它是影响 pH 值，它是属于碱性水质啊。黑土它是属于降酸功能的。水晶虾赚钱术第一步就是花点脚程去水族馆购买日本进口的黑土来改变水质，市价大约1250元，而且一年半才需要更换一次。修啦，土要铺多厚啊？通常一般大概铺3-5公分就够了。3-5公分厚。对，所以自己看一下。是。再来嘞。再来，我们加水。水是直接自然水倒进去就好了吗？一般的。刚开始学习养的话，可以直接加自来水，可是它要经过曝气，就是所谓的打气。打气3天，它的氯气就会自然的消失。水晶虾赚钱术第二步，水质要控制。说到这水质类，其实就是养殖水晶虾最最最关键的一环了。而且不说，大家不知道，为了提供它多达700缸的开心渔场，大哥还砸重金在自家的后院加装了凹逆渗透，过滤掉来自水中的氯和矿物质，然后再转移到自家盖的水塔进水，如此的吹毛求疵，令人佩服。所以水晶虾一般它的温度是要维持在多少？平均大概22度到25度之间。那我是要每天开冷气吗？对，没错，你像看这边，我这边都有冷气。哇，对，在降温。那如果每天开冷气，这样不是很耗电费？所以一般如果说小缸的话，它可以利用风扇下去降温。那像这样子一个30×30的这个正方形的水族箱啊，我们这个可以养多少只虾？
我们大概可以放五十只的密度，只能养五十只，多也不行。嗯，通常我们是要繁殖它，所以放多没有意义，我们是放少，然后让它去产量。那五十只的话，这一个月可以帮我们带来多少额外的那个？这样平均一个月可以带来15000的收入。哇，养一个小小一尺的水族箱，一个月就像收租金一样，可以收个15000哦。是的，没错。比你买房子还好，好赚很多哎！租房子也没有那么好赚，投报率很高哎。哦，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跃跃欲试了？虽然大哥形容这水晶虾既龟毛又难养，但他的投资报酬率就像半泽直树说的加倍奉还了。像是30出头的振龙哥，起初也只是玩家。靠着实验精神玩出心得后，摇身变成北部最大规模的水晶虾军火商了。哎，真的哎，看得到虾子在吃桑叶。大哥，你怎么会想到要去摘桑叶来喂啊？可以补充虾子一些需要的那种元素。对，还有可以增加颜色的饱足感。啊，桑叶吃了它的颜色会更饱和。哦，原来如此哦，这桑叶的功能居然不是假发，而是假卡的啦。但是看到这水晶虾，一看到桑叶缓缓落下，就像如获至宝一样疯狂的抢食，真的是吼很卡哇伊呢。我看到它在脱壳哎，对，而且马上其他虾就去吃它壳哎。对，因为吃这个鱼竿就是为了促进它脱壳的成功。哦。但是它脱壳只是前奏，它最重要的就是下一个步骤，你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就是繁衍下一代，他们就你刚才看到的就是他们在交配。你哪一个是在交配？像这只就是母虾。这是像在打群架那个，一群人这样子转来转去，扭来扭去。没错，那就在交配啊。对。哇塞，想不到这难得的画面居然被我们幸运拍到。既然如此，也不要浪费，就让大家再重温一遍。原来在脱壳前，鱼缸内的虾子就像发了狂似的不停窜动。等到母虾顺利脱壳，会先吃掉补充钙质。但一刹那，公虾闻到气味，便会开始轮番上阵包围母虾，这正是水晶虾的交配。整个行为呢，会持续的维持1到2分钟，看到都替这只母虾捏了一把冷汗了。来，莹莹，这个给你。这是什么？这个是计时器，计数器。哦，计数器啊。对，它就算数量的。就按几只。对，没错，然后不要错哦。好。因为。我们通常一袋大概500只，然后我们要再多给客人一些补偿他死亡的数量。对，来，莹莹，赶快，我们快来不及了。我要在那边捞500只。你捞500只，我要捞5000只啊！哦，哎，好，赶快。太夸张了，捞哪一个？不夸张，不夸张，因为这股水晶虾的热潮，让他海外订单多到应接不暇。每周固定一次的出货时间，总是从天黑忙到天亮。但想到这白花花的新台币，哦，莹莹，你可要加把劲了。你动作太慢了，快点。好好好。